最长可以到这边，所以你身高比较高的你不用担心。然后最小只的，你看他165，他把它箍上去，你看他腰配的超瘦。所以我说这个是可以随心所欲，特别选了一个我自己今年非常喜欢的爱心小拉链给大家。天气冷了，你也可以把它往上翻，变成是小高领哦。这边呢，我没有帮大家做松紧带哦，所以你看，如果你是有小腹的，不用担心哦，它不会挤出你的小腹哦。这边是素面的棉质，然后我们棉质也是用小圈的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下摆的话是双层螺纹布，所以它不会就是把内裤痕或是肉挤出来。我就是把它尽可能的往上箍，你看它完全就是比例超级好。它的厚薄度呢，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大码的朋友，或者是你真的台湾的朋友要再做叠穿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